最佳位置，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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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
嘅嘉賓都會詳細介紹嘅。咁喺呢個新聞發布會開之前咧，咁啊首先我哋掌聲歡迎咧瞻前顧後嚇、啊、為呢個演出嚇、啊、付出咗好多嘅大會統籌兼主要嘅演出者嚇、啊、韻美珠小姐咧，幫我哋咧係誒致下歡迎詞先好唔好？朋友，各位來賓，各位前輩，大家好，好歡迎你哋今日嚟到粵曲好友慈善會之音2017嘅新聞發布會。我非常之開心，亦非常之榮幸，再次可以幫協群社區服務中心籌辦呢個粵曲演唱會。對上嗰次嚟講係2014年，三年啦已經，時間過得非常之快。顧名思義，粵曲好友，粵曲就是我們一班粵曲愛好者，好友就是我身邊一班好朋友，大家可以再次這樣聚在一起，出錢出力，不為名不為利，大家真心這樣為這個社區付出，希望幫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其實若果每個人都可以出一分的力量，積少成多，將這個正的能量擴大，相信福澤社群就更加大了。我亦都希望藉著這次演唱會可以是啟發或者是影響到更多的人士走出來幫這個社區做多點點的貢獻。在這裡來說，我要多謝今次參與的每一位演出者，他們真是出錢出力，非常之辛苦去彩排啦，務求做到盡善盡美，在今次的演出給各位觀眾是欣賞的。而這裡我是衷心衷心地多謝馮樂永老師，當他知道我們有這次演員，他就義不容辭粉墨登場和我們演出一套折子戲。還有陸秀霞老師，他亦都是義務地和我們大會做一個是藝術顧問，指導我們這班後輩，給予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還有亦都很榮幸得到多倫多的名牌司儀漢華基先生義務幫我們今次大會的司儀共襄善舉。另外亦都要是多謝兩位師兄樂中先生和梁偉廉先生，是今次的舞台總監，還有鍾光田先生和黃慧雙女士，是大會的攝影。其實以上這些這麼重要的職務，他們真是義務地和我們擔當。還有
我身邊兩位大會協辦，幫我分擔了很多事情和事務。不如咁咧，以下落嚟嘅統籌過程由佢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多謝。